法制晚报消息，前天晚上北京中医学院16岁的袁姓双胞胎兄弟啊，在宿舍呢是与同学发生了冲突，趁着宿舍熄灯呢，兄弟俩用水果刀当场刺伤了6名学生。事发后呢，受伤的同学被送往医院抢救，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，没有生命危险。